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去有很多的教会。那这些教会它可能是一些我们平常不会特别注意到的，比方说我们的消费的行为，当我们被服务的时候，或是我们服务人的时候，就是这些行为，因为我们是透过交换，所以我觉得我们特别不会去注意到，就是很多的姿态，或者是很多隐藏在这些动作背后的文化，它这些交换这些动作其实都在记录我们的当代生活。那怎么把这些东西，这些看似不经意或是没有人注意到的交汇记录下来，是我觉得我的创作里面很大的一个 inspiration。那在这些创作里面，其实就是希望透过对焦、失焦、不停的校准节奏的一个状态，去唤起一些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知经验。那比方说，在这两个不同的展间，有一个在衬衫里，就像放在一个心脏部位的一个节拍器，就是口袋。那这个节拍器，它是一个精准的声音，但是在另外一个展间里面就放了一个在模仿这个节拍器的一个人的一个声音。那透过这两个不同的节奏的校准，还有这些就是在这个展场里面，就是一些看似模糊好像失焦的一些物件，尤其是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在几乎都是在疫情的中间完成的。那我们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在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是在不停的校准或者去对焦我们的生活的状态跟情况。那我就是希望这些展品能够在某个程度上记录下这些经验这样子。